请收看《卫星世界风水情景》。各位十方大德，吉十方，法界有缘无缘，有情无情，众生阿弥陀佛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《风水真经》哦，《风水真经》内底宇宙观，宇宙观，昨昏呢讲到这个念佛的目的，念佛的目的是啥？啊，念佛的好处是啥物？第四十二啊，哈，念佛，哈，真的会使你解脱烦恼无？啊，真正会当解脱这烦恼。啊，因为以上的问题啊，无形中啊，都予咱人啊，予咱人啊，去引导希望的重点，就是进入世界。但是进入世界呢，进入世界，那是真气，哦，这是大宇宙中的一部分的真气。哦，但是叫做世界真气，但是伊超越着咱宇宙，超越着咱娑婆世界，其他的十方世界的真气之外的真气。啊，真气嘛，有伊的世界水相、瑞相，啊，嘛伊的瑞相，这现象拢是咱人心中的希望，自己成、自成、成就的，这是咱人的希望，自成而成就的。嘛，因为咱人的心中啊，希望理想的彼岸，希望理想的未来，希望咧咱的解脱以后的净土。所以啊，当咱人要念佛的时啊，哈，那就会当将不安的心先设定在净土彼岸。比如讲，现在我伫世间只真艰苦，感觉大项真艰苦、真烦恼，你会将你的心的思想啊设定伫。叫做世界迄个的所在，哈，来一面念佛，一面来成就，然后以各种的方式来到达这个彼岸，到迄个叫做世界的净土迄个所在。所以啊，我佛祖比啊教导众生以口念佛号的方式，用咱嘴念佛号的方式啦、啊，这个口念嘴念心想啊，啊净土彼岸为是随向净土。叫做世界这个国土啊，这个为水上啊，不急不调，好，咱唔爱急，慢慢来，不急不躁，老老实实的靠念心行，咱嘴爱念心爱去行去做，哈，啊，安尼是啊，咱唔好等，好来念这个佛的名号。那么首先呢，各位啊，我念叫做世界，念佛，要到叫做世界，究竟叫做世界是什么行？啊，到了叫做世界偌快乐呢？啊，那一个人爱跳舞了，哦，是叫做世界一定内底有舞池，舞池涂跤拢金啊，迄色个五花十色，一定足水的，一定头脑你想迄个。啊，假使一个人啊，就干了破病，啊，我病足艰苦啊，伫病院遮足艰苦，哦，我无安尼看咧是，你甲设定伫叫做世界遐就无破病的人，无破病你甲设定伫啊。告诉你啊，哦，我是世间啊，充满着万恨斗争，哈、哦、啊，过来过去，母未刷的是啊。我咧念佛的时候，我设定讲，哦，迄、那个所在吼，大家真好，真好，拢无一些烧火、伤烧、伤害啦，无烧伤散啦，啊，是讲无烧炸气啊，无骗。这种种啊，咱的希望，咱的理想，所以希望，哈、哦，就西方就是希望。啊，西方，啊，就是希望，
希望极乐。三个极乐呢？因为一般的乐，一般快乐啊，乐祸还会生悲，要乐祸灭乐凹。啊，会生悲。好，因为咱的世界呢，就是说，现在世界普通的，咱快乐以后呢，要会生悲。那哎呀，我今日才快乐，等唔着以后，当时才有时间再过来这个所在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还会生悲。那么极乐世界真正真真正正的佛净土，极乐世界迄就是佛净土，佛净土。那一旦到佛净土呢，就无这个现象啊，就无这个吼落后落后生悲，诶，这个叫做，这个烦恼的就，好。所以西方就是希望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每个人当下他所带的希望极乐的世界，希望极乐世界，跟咱弥勒菩萨和弥勒佛、弥勒佛。都是未来，未来理想的世界，迄就是弥勒，迄弥勒，弥勒是弥勒佛，弥勒佛。好，弥勒的意思的未来理想的世界的弥勒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，咱回归原来的所在啊，比如咱这里吼，原来的。好的，那去瑞士，瑞士，那瑞士的世界哦，那就是极乐世界的之都啊。那么，咱听到了呢，当然，咱就足希望哦，咱就当时啊，会过当来吼，会当过去瑞士，这样的清气，这样的好，迄个一个希望呀。啊，所以啊，西方呢，的意思的哈，就是希望。所以西方极乐的世界。那么，咱念佛有的人啊，你念佛，我都到极乐去世界。跟念佛是能够到达极乐世界无唔对，但是你无了解极乐世界呢是啥物形态，你无了解极乐世界是怎么样，伊内底是安尼庄严起来，好，你无了解是安尼庄严起来，那么呢，你就无法当讲啊，这叫做咱念佛以后要去的净土是如何？好，咱若是啊，对极乐世界的净土，你无正确去认识的时啊。那一旦要转回以后呢，哈，咱会乎这个，叫做假象、假象、假象，把咱模糊去，会被这个假象把咱模糊去。这点是足危险的，所以咱念佛啊，必定爱知影《阿弥陀经》内底所讲的极乐世界内底是什么状况，极乐世界的成就因缘如何。好，那么极乐世界呢，就是净土；极乐世界就是净土。好，极乐世界、极乐世界的净土啊，咱起来嘛有净土。那么为何呢？咱要讲现在伫这个娑婆世界，这垃圾、五罗恶世的世界呢？来讲极乐世界呢，因为咱五罗恶世的世界，咱无了解讲有一个比咱较好的世界，所以咱唔知好去。到尾啊，咱就万一就死了后咧，会沉沦，搁对哩三婆世界，这靠不了。哈，所以咱西方极乐世界，哈，这阿弥陀经啊，好，我必须要来将这个自这风水真经咧，诶，中间咧，这靠定内底，哈，来将极乐世界。好，这个净土呢，来讲给大家有缘的了解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，哈，一成就，咱就分啦，释迦牟尼佛啦，是主动跟咱讲的。普通呢，所有一切的法呢，拢是人这地主啊，阿难那些种地主的哈，须菩提啦，哈，啊，就当遐诸佛菩萨的，因呢来请示请佛的为开始，开始呢。嗰种极乐世界，其他的法，
偏偏的干那西方叫做世界阿弥陀佛啦，这里、个、是这个妙法啦，吼、哦，阿弥陀经啊，吼、哦，释迦牟尼佛啦，家己亲亲的，吼、哦，拢无经过地主的请法的是亲亲来讲出来，来讲出这个叫做世界，所以大家啊，爱好好来珍惜，好好来，这个来静静来领悟，吼、哦，咱以后呢，吼、哦，咱要转的是咱才有勇气，啊，各位爱老实念佛来实修。现在呢，咱请大家吼、哦、看咧，阿弥佛说阿弥陀经。这阿弥陀经是对对来呢，是佛释迦牟尼佛所亲口伊所说出来，吼、哦、来说出来，嘛是西方叫做世界咧，伊的净土咧吼、哦，现在这佛咱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眼内底、心灵内底，所以将这这样呢因缘殊胜的法啦，吼、哦、来甲你讲。而且呢。甲你讲，咱以后若要转去，以后咱若要转去的时啊，好，咱必须要咱的依照这阿弥陀经的法去修行啊，啊，你就必然一定会当回到回归自己的净土转去。好，家己先修，免得以后呢，咱若去死去的时啊，开转去，咱才叫人念佛团几大人来甲你悼念。平常时唔念佛啦，时间到才叫人悼念，要解脱真病嘞，嘿，真病嘞，哎。这真是观念弄唔对呀！好，现在咱开始来讲呢，佛说阿弥陀经，这条上吼，啊，这个第一个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就皈依本师，就是讲咱称这个法的老师，导师，人天的导师，人天的导师，释迦牟尼佛，哈。啊，过来就南无阿弥陀佛，哈、啊，过煞咧阿弥陀佛是西方叫做世界教主，这个、阿弥陀佛有这个佛在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为大家说的，大家说的。啊，现在来看，莲池海会弥陀如来观音设置坐莲台，哈、啊，接引上金阶，哈、啊，大势。洪开破万里尘埃啊！莲池海，莲池海，莲池海呢？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、十方法界，哈、哦，所有的法海啊、法海，拢是莲池，拢莲池海，莲池海，大智慧所集合的所在，大波罗智所汇合的一个所在，叫做莲池海。莲池海不是固定伫叨一个莲池，你若是若讲说哦，这固定一个莲池者，你就无误法，没有误到法，哈、哦。所以莲池海会啊，为着啊，莲池海会、莲池海会、甲莲池海，哈、哦。你莲池海甲莲池海会完全是两行两回事，所以啊，莲池海、莲池海啦，有啊，台湾海峡。哈、哦，迄、那个巴士海峡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渤海，什么海，什么海，好、哦，有咧，有这个海，你个莲池，小小啊尔，小小啊尔，哈、哦，莲池海就遍满无量无边的虚空，遐尼大，哈、哦，所以莲池海，会，所有一这个所在，来集会所有十方诸佛菩萨如来啊，哈、哦，拢伫这里、個。直接会在一节啊，哈、哦！弥陀会弥陀如来，弥陀是咱的祖先，哈、哦！咱的祖先本来不生不灭的咱的祖先，如来我讲如如不动的本性，如如不动的本性，那我昨讲过的叫做真气、真气、真真正正的气啊，哈、哦！这个是如弥陀如来观音，哈、哦！观音就是慈悲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。慈悲，哈，设置就是施舍，一个慈悲，一个施舍，中央呢，这个弥陀如来，弥陀如来，中央的弥陀如来，哈，坐莲台，拢坐在莲台上啊，坐莲台，啊，接引上经，接引所有的众生啊，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哈，上金刚大势洪开，所以发大愿力啊，要来普度这个世间十方。十方世界，遮个众生啊，会当对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呢，离开
这个娑婆世界才尘埃，尘埃就是烦恼，尘埃就是烦恼，离开这尘埃就是烦恼。好，过来呢，南无就皈依莲池，南无就是皈依好莲池会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当时啊释迦牟尼佛的老母，好伊的一个名呀，好，所以啊一旦伊个成佛以后咧，人啊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赞叹伊老母的伟大，赞叹伊老母的伟大啦，我说摩诃萨。以后咧，人咧，即所有的将这摩诃萨、摩诃萨咧，我想他几个啥摩诃萨，就是伟大、大、大，因为伊个伟大慈悲咧，心量遐大，放开心量啊，好伊这里叫做，即会生出一个囝，吼一个囝出家啦。释迦牟尼啊，啊来修行，利益所有遍虚空法界的众生，所以看偌大功。好，人若世间的人哦，我公司偌大，嘿，你都无地球较大咧，较大嘛要地球上。那么呢，这个佛的慈悲啊，大甲比地球较大，比虚空较大。好，南无这是皈依啊，莲池啊，好，那佛菩萨，好，摩诃萨，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，哈，这个再三的强调，讲各位的恁的心，现在各位的心，恁一定要静静，不把心静落来，尊教佛，哈，佛给咱的教导，你才有法度悟到咱的自性，哈，大慈大悲的自性，才会当悟到各位。恁一息生嘛有这个力量来实践你的大慈悲心，大慈悲心。南无莲池会菩萨摩诃萨，这意思就是安尼。所以各位当下放下一切的烦恼，离尘埃嘛，破烦离尘，大家爱发这个愿，我即时即刻要放下这个烦恼，哈，要离开这尘埃烦恼，来静静咧，甲诸天。诸佛、诸世界、十方、佛菩萨，这里啊如来顶呢，好、哦、来赞叹、来听起这里阿弥陀经。南无莲池啊，海会佛菩萨啊！南无莲池，海会佛菩萨。南无莲池，海会佛菩萨。我来讲，佛说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呢，这饶哈饶尽三藏三门哈，鸠摩罗法师呢，伊所翻译的哈。现在咱正式进入这个经文的专段哈，这里搁提一本话哈，搁提一本话了。如是我闻啊，如是我闻，如是啊，哈，就亲像讲。我只有一个时阵啊，为什么这个每个经内底开始都拢如是我闻呢？如是我闻，那告诉我定在什么时阵？某某年、某某月、某某日，这个法是设定在啥个时间尔？所以这个法都不是永远所会发。那么呢，因为咱阿弥陀经超越着地球，超越着。这个说太阳系、太消化所有星球以外去啊，所以如是我闻呢，这就是讲，任何一个时间、任何一个所在，我心内所想的就对，哈，啊是讲当时呢，这地主啊，有一个时阵啊，我听到的时阵啊，无一个固定的时间，因为佛法的时间呢。
是无固定的时间，随时拢在实现伫咱人的心灵之中，是随时拢实现伫大虚空之中。所以无固定一个时间啊，它如是我们啊，如是我们。曾经啊，曾经有一个时阵，我亲亲听到啊，就是如是我们。曾经啊，我一个时阵，我亲耳所听到啊，哈，如是我们。一时啊，都有一个时阵，佛就是咱世尊释迦牟尼佛，在下位国，哈，其是即孤独园，这一个所在，哈，一个所在呢。夏威国，哈，一个国王啊，啊，所上的一个孤洞园啊，一个孤洞园，一个那像咱仙佛寺啊，咱仙佛寺这个所在，啊，一个是咱你讲经，必定爱有一个地点，那讲经无一个地点，就无算讲经；说法无一个所在，就无算一个说无算讲经，哈。所以你要会呢，海会佛菩萨。海会连地海会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所在，才有法度算会。若无固定的所在，就无法度会，无法度集会在一节，拢是干个小小一个所在尔。啊，所以叫做孤独园啊，以大比丘僧甲所有的大弟子啊，甲佛的大弟子、啊、出家修行的这僧众啊，1250人，1250人聚。这是简单一个数字的表达讲有这人在听法，哈，有这人在听法，这是你要听经啊，有地点说法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说法，哈，说法有一个时间，什么时间呢？有一个时，哈，什么时？未记得什么时，但是这个法随时都在说，都在说，因为释迦牟尼佛。所说出的法了，所讲出的法了，是万万虚空，伊都无迄个没有消灭掉，拢无灭去。等于录音带、录影带所讲过录起，永远是要在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一放出来，随时啊放，咱的人心灵清净的时啊，你随时会当听到佛在说这法，心灵中的会当听到。所以如是我们意识啊，有一个时阵啊，无确定一个时间啊。任何一个时间拢听得到，但是这个法伫倒咧，下一个孤洞园内底啊，吼，就国王所上的这个孤洞园内底，孤独园这孤洞园内底所讲的法。那么释迦牟尼当时，伊伫这个孤洞园啊，吼，所在讲经说法的是讲了咧，以后因为这个伊华音这法咧，嘛伫虚空中啊，整个宇宙虚空中并无变掉。随时因缘果、因地果、因地果，一时所一过来说，一时现出来这经。啊，伫有开悟的人、有修行的人，伊的心田内底，拢我会去随时实现。大过来就有地点，个大比丘有人说法的人，过来地点，过来听话的人、听话的人、听话的人，好。那么，1250人拢是以上就对啦。因为聚什么叫聚呢？聚呢，就是内底所有的人有各种智慧、正悟、正悟到各种境界，万法的正悟者呢，地主呢，才成长呢。哈、哦，包括天人呐、啊，250人，包括天人，哈、哦，十方法界的菩萨、如来，拢有到就，所以聚。机呀，皆是大阿罗汉，拢是已经证悟着大阿罗汉，阿罗汉可能大阿罗汉以上的高位啦。众所皆知，大家啊，恁大家所知啊，恁所知的吼，顶罗舍利弗，顶罗舍利弗，过来摩诃摩揭连、摩揭连，或者有地主的十大地主的摩揭连，摩诃迦叶。摩诃迦叶嘛，也摩诃迦叶的哈，摩诃这迦旃延哈，嘛有地主的名哈，摩诃呢，摩诃俱迦罗这嘛是个地主的名哈，尼婆多啦，哈，周利盘陀前哈，南陀哈，
阿兰陀，伊个地主人讲上戆个，上蛮开戆个。结果呢，以后呢，咱所有经个，拢转转伊听落，阿兰讲得出来，吼、哦，大智若愚，吼、哦，罗侯罗就伊个囝，吼、哦，伊个是祖师个囝，吼、哦，诶、交换波啦，交换波提，啊、哦，宾陀罗波波罗多，迦罗陀夷，哈、哦，摩诃伽宾伽宾诺，哈、哦。波吉罗、啊、阿罗罗陀如数等诸大帝，如数的我唔是讲到这尔，这代表所有伊只地主1250万人呢，这是代表家呢哈，哎、啊，就是这大地主，伊有十大弟子，哈、啊，每一个佛啊来到世间呢，伊一定有十大地主、十大弟子，每一个代表十方，代表十方。随时的清换，随时为十方众生的清换，所以叫十大地主。有的人讲奇怪，咱来讲讲佛有十大地主，啊有诶无，啊人拢讲拢十大地主，啊，即是代表十方个人诶智慧，无相像诶智慧啦。十方诶，诶即个众生啊，即菩萨啦，啊阿罗汉众等啦，来代替众生呢来清换得着，所以挑选十个人啦、啊。这嘛是天地，互相天地人的三宅啊，共同所约束。哈、啊，这过去是有约束。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啊，并诸菩萨摩诃萨，要有足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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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菩萨啊，摩诃萨已经证到这大菩萨这以上，大菩萨以上个啦。那就文殊利佛，文殊利啊，文殊师利，文殊法王子啊，还有文殊这些大智慧啊。哀多菩萨啦、啊，啊，前头好提，菩萨，哈、啊，常精进菩萨，上精进的菩萨，以如是等大菩等大菩萨，真是大的弟子，弟子因为有天人嘛，啊，天人都是耶稣人呐、啊，都、就是耶这个弟子，天呐、啊，天神诸大菩萨呢，的天界呢，已经见到大菩萨以上呢，叫四体还因等，哈、啊。种种者呢，十方大菩萨如来啊，拢在会场啊，好、哦，咱要去听这个法。无量诸天大众机，要有无量算未煞、算未完的无量诸天啊，要有足侪、足侪、足侪哩，咱人看未到，目睭看未到的，哈、哦，只有神通、有开慧眼、有这个叫做觉悟的人啊。哦，开悟的人，伊才有法度看到无量诸天大众机，无量是无法度算的，哈、啊。呀、啊，这就一段，还、啊、有人听经，有人清法，哈、啊。但是阿弥陀经诶，说无人用清法，释迦牟尼佛慈悲诶，所直接来传教法。各位，即个这部经诶，各位爱了解，有一天诶，咱若要走诶时，咱才有法度转去。逆时，即迄个时阵啊啦，即到迄个时阵，头前的一时啊，如是我闻一时啊，一时诶、啊，就无一个固定的时间，佛随时以后拢说法。那么现在讲到这地主拢请出来以后呢，请地主拢面头前诸天大菩萨呢，大阿罗汉等呢，拢在听这个经，听说这个法的时啊，逆时到迄个时阵，就佛。开始要讲经的时啊，那时佛告加加这个长老舍利弗长老舍利弗有大智慧啊，还讲舍利弗啊，哈、哦，讲舍利弗哈。啊从事上对这个所在，现在咱所徛的所在，释迦牟尼开始对为弟子讲，讲讲舍利弗啦，好、哦，伊做代表，对这个所在，
西方去去西边去头颅山，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经过十万亿的佛土，迄距离就无多少，无多少嘛，吼，无多少啊，这种远、种远、种远的吼，十万亿，哈。佛陀有世界名，叫做有一个世界啊。对了，咱家对西边直去、直去、一直去、一直去的是有一个世界名，叫做极乐。好，这就是说法的师父开始来就地点伫倒个说法，后来就听讲经的，啊听讲经的，啊然后呢听讲经的，但是开始讲经的讲，现在要讲这个经是啥目的伫倒位？就是讲，对于西方去啊，十万亿的佛土啦，哈，咪十亿八千里，不止安尼，够远。嘿，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一个世界啊，名叫做极乐。其他有佛号有佛啦，其这个国土极乐世界啦，这个极乐这个国土内底啊，哈，佛净土内底有这个佛啦，伊名号啊号。咱而叫名哦，号，咱尊称的号，呼哦，某某人，但某某你号什么名字呢？好、哦，你华号上哦，呼和阿弥陀，呼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讲现在这时阵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无停，可见啦，这个经的说法啦，头到尾拢是一致的对，好、哦。各位，现在咱一家咧听经，咧听着阿弥陀经，但是诶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极乐诶，极乐这个国土有阿弥陀咧，阿弥陀现在嘛咧说法，嘛咧讲这经，啊，对这去一直这个国土一个拢有佛咧说法，说这个经，阿弥陀经，我下你佛啦，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呢？伊就开始问。讲遮这个所在，对西方去十亿，哈、哦，这个十万亿和净土，下面乡下有一个极乐呢，啊，那么这里有一个阿弥陀，现在这说这算法，那么下里佛啦，啊，这里是什么原因名叫做极乐呢？迄所在究竟是啥？好人感觉遮有一个叫做极乐，啊，人也是好奇嘛，啊，所以来问地主啊。哦，寄托依国众生啊，无有众苦，是啥原因呢？就是讲，这个国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国土啊，哦，这个、国土啊，这里、个、叫做诶众生啊，所有的人无有众苦，这人啊，只要无动物，所有一切的拢无各种的苦，生老病死苦，生老病死，哦。生老病死，众苦啊！哈、哦，众苦的生老病死，这个苦，哈、哦。所以你叫做世界呢，无这个苦，但是娑婆世界有名有利，有这个为了钱财，啊、哦，为了名，为了身体歹，哈、哦，为了老去啊，啊，破病啊，有这个苦，但是叫做世界无这个苦，但受诸乐，哈、哦，但是呢。享受到各种的快乐，对心灵上所发出来的快乐，无惊吓的心灵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快乐啊，个名极乐，所以这个名呢叫做极乐。啊、哦，那么由舍利弗极乐国土，哈、哦，就是极乐世界，这个国土啊，极乐国土这个世界内底啊，哈，七种难顺，哈、哦，七种罗网，七种呢，七种行修。该是数不，好、哦，就这里、个，叫做世界嘞，所有这栏杆嘛好啦吼，也是厝啦吼，厝啦，伊电椅啦，这网啊啦吼，迄、那个树啊顶嘛，拢爬过网嘛吼，好、哦，也是七种的树啊，所有的树啊，所有一切嘞，拢是诶数不。
金银琉璃所这这个所造成，所造成四宝，就是为了拢是为了周边啊，拢是四宝咧，哈、啊，所为了咧，无像咱这哦阿摩陀邦为了，咱娑婆世界阿摩陀邦茶邦啊，伫底啊，吼，这样为了咧，但是叫做世界拢是金银琉璃啊，吼、啊，这的这宝咧，做为那个为了咧，是个屁股。哦，名为叫咯，因为都是这个有价值吼，伊个所有奇花山咯，嘛是拢是各种的真正宝贝物件来微调的是啊，所以名叫做叫咯。有舍利弗叫咯，国土有七宝地，啊，叫咯世界有七宝，一些七宝地，金银琉璃和酸乌青鸡，哈、啊，马路。所行诶，所行诶，吼、哦、七宝池啊，八功德水有八池啊，吼、哦，为即功德水八功德水，经过修行出来，即八功德水，各位吼、哦，即大阿弥陀经啊，吼、哦，恁若用会请，要请等于请等于读吼大阿弥陀经，吼、哦，足详细吼。哦，八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所以叫做世界啦，即个池啊，拢是用哦即个七宝所组成诶，吼、哦，七宝八功德水就是讲非常清澈。家个，咱的家是有可能生出无量大智慧，哈、啊，充满其中啦，所有叫做世界一个土内底啊，的围墙啦、树啊啦，吼、啊，也是这个栏杆啦，吼、啊，路啦，拢是四宝所成，以后一底下呢有七，拢是七宝所成诶，哈、啊，这个其中底底存于金沙宝殿。这底下的水池的下骹啦，叫做世界这水池的水池底，啊，水池啊下面呢，拢是用金沙甲铺甲白白白嘞，金沙铺甲白白白，啊，啊，四边的街道啊，四边的路啊，四边的路啦，嘛是拢金银琉璃玻璃啊，啊玻璃啊，唔是咱所讲玻璃啊，唔是咱所讲玻璃，迄个玻璃是咱。自然的玻璃啊，哈、哦，合成的，无像咱遮拢用石头，咱先入去咧，感觉遮的，我想有心要开一个净土，但是诶，这地下底都拢土沙粉啊，土麦糊，哦，变拢用石头框的尔，无当时用金啊，树仔顶呢，嘛是用啊迄个蜡板的嘛，用哦塑胶大板的，哦，但是这叫做世界咧，拢用金银琉璃珠宝。家家都所成诶，合成啊！上有若老果，也以金银琉璃玻璃，车骑车珠马路，日严实金。所有一切叫做世界楼啊，楼啊厝啦，叫做世界诶老果啦吼。所有建筑嘛，拢是用金银啊、金啊啦、银啊、哦琉璃啦、哦这个车骑啦、吼、哦、这个车珠马路。来装饰啊！该有一个信徒啊，因为老师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吼，佛祖就叫咱讲下掉这个金啊，下掉啊呢，啊，你莫接金金啊，伊那幸福挂个叮叮咚咚，可是啊，咱幸福挂个叮叮咚咚，这是现了，咱若去进入世界啦，你爱有金啊，有珠宝，有啥拢有就对。啊，但是你莫幸福挂个几大叮，我就是观世音菩萨啦。你不用这样做，这样的时候，那就没开过，那破去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咱必须要，哦，你爱我，他来这里发，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何呢？伊会，这个叫做，幸福挂卡呢，就是说，跟咱讲，使用叫做世界，爱啥都有啥，爱想啥都有啥。哦，使用叫做世界遐物件，所挂拢伫显示观世音菩萨的幸福顶。啊，啊，曾经有一个法师，啊。啊！伊就挂落来一个百外万。啊！地主讲好一挂，咱宗教界一个批评我者，或者作为什么法师吼，啊是安尼拢挂这个叫做落来一个百外万呢？啊！你看这法师安尼简单，简单呢？哈！这个落来这个，这个沙漠世界是你认得简单啦？叫做世界，这是拖卡一只么？一柱子都比较无简单嘞，这算啥呢？你也给我看嘞。所以你若有修的时候，一定我都挂落来啦。你若好像我好修，就挂落来。你来看人修，你落来比较挂较大粒。哦，
啊你即摆伫沙漠世界，我挂这闹算啥？我等于叫做世界挂这挂大粒，吼、哦，含脚头都紧啊吼！你敢能计较个沙漠世界，接落来都互你袂感觉袂食袂困呢？我阿叔随作开开，吼，甲反驳这师傅随开开。但是诶，即、這个甲伊讲反驳即个法师啊，伊并毋是讲啊，伊爱享受这個，就等悟着观世音菩萨个体验。这种有说白有这个物件，咱一只所带的物件呢，嘛是有啊。但是咱爱有修，才有法度去使用这个世界，成就遐尼好的一个福报。哦，所以这里我大家莫去误唔对去，莫去误唔对，拢是马路啦哈、哦，真正密切啦，去个珍惜起来。哈、哦，其中呢，莲花啦，莲花。其中这所有七宝池啊，七宝池内底吼，一莲花大如车轮啊，大那像咧车轮遐大，咱的莲花一粒十四粒啊，咱那是个苦瓜花呢，好，咱的较细粒。上界的世界莲池啊，是真大真大，那车轮，毛青色的，哈、哦，青色的发出一色青光，哈、哦，黄色的发出黄光，赤色的就赤光，哈、哦，白色的哈、哦、就白光。啊，微妙相接，迄、那个色咧是非常微妙咧，非常一芳，非常一清气。哦，咱先入寺啊，哈，咱在边啊，祖师殿边啊。边啊，这个祖师殿，这个哈，啊，这个唔是莲池，吼、哦，咱边啊，这个莲池，啊，人诶，老师奇怪，啊，你莲池诶，是咱迄色诶，吼、哦，咱只台湾祖师，吼、哦，台湾祖师殿咧，咱边啊，只一莲池，这摇啊摇拢乌诶，拢乌诶，啊，有诶来咧，考到足真侪人，考到真侪，来讲哈、啊，我莲池都无法乌诶。啊嘛，我家己本当时嘛考到的，我为着要做这个莲池啊，这个莲池的去啊，这个莲花大莲花啊，这色我热死啊，吼热死嘞，吼要来个合作，用我这个红色的，这大袂看嘞，啊种黄色的袂看嘞，白色的袂看嘞，啊紫色的，所有的色拢袂看嘞，我是一面的温神是温光堂吼、哦、师傅啊，已经在做得要好啊，弄好啊，在喷色啊。老师当时修出来嘛，我还未修出来。到有一天呢，我个真感觉是哎，为着这苦恼的事啊，静静坐。忽然传来了观世音菩萨伊讲，叫做世界的七色的莲花啊，七色的莲花，你拢个色个加加做一下，迄就是啊啦。我做安尼七色的色啊，拢个油菜拉煞变乌诶，吼，煞变乌个菜个。哎，乌啊吼，含在大自然上会当接纳。甲孙咱这年纪啊，我来甲错弄白色诶，嘛未看呢。日落这色未看，到尾我这日呢，咱这年纪咧，这面的莲花咧，我才甲用乌诶。乌诶代表所有七色诶莲花，七色的莲花代表七色的莲花。好、哦、啊，有诶啊，还有一挂小比丘啊，小比丘啊吼，哈，恁这莲花啊，这啊都不如华。我你看到啥色嘅？乌色嘅，我你无开过，我这红色嘅，好，伊还佫青色嘅，哎，我这白色嘅，好，好，我这，我这木瓜糖啊，那那个，我你试着拿看嘛嘞，再等下啊，啊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，哈，伊再去，我刚来看，伊看了一些，是不是这里呢？乌色嘅，所有一切的七色拢染起来变乌色。啊！一你所谓擦水彩笔吼，水彩入去就个拉起嘛乌诶，那么你安尼个内底的融合着所有七色，所有各种颜色世界，好啊！这用的感觉还不错，新的还看蛮平静。那么咱仙佛寺这大殿这的物件呢，好、啊、这的色泽呢，好、啊、我嘛是拢一传播呢。一只乌白、黑白，就黑白两色的哈，乌白一色的。
啊，我所有的蛇啦，吼，蛇是乌的甲白，吼，乌的白，是安怎从乌的白的呢？人若话我红的啦，乌黄的啦，我讲哎呦，迄是作歹，吼，感觉就，迄两个色无法度融合，红的啦，黄的啦，无法度融合，无法度接受所有的一切的色，无法度接受。那么呢，我就要用乌的，用乌色，乌的才会当来接受所有一切的色。我的接受，啊，就爱嘞，就是为地，为坤，那一间好的坤，坤做地，好、啊，是黑的，爱，好、啊，这爱嘞，因为爱叫法来接受所有的各种的一些叫做的法，啊，所以咱神父师啊，所有这之间嘞，我见识嘞，拢是黑白两色。黑白两色的道理就是这样，好，今日呢，就讲到阿弥陀经这来呢，顺道呢，好，将咱这些佛事遮的配色的原理啊，讲给各位做一参考，好，因为咱是世间呐，只有黑的才有包容心，黑，但是咱们好多在行黑道，才有包容心，不是意思，这色黑的颜色才有包容心。因为所有的红橙蓝黄，蓝靛紫啊，吼，这色的、七色的，吼，这我都，这我都接受入面。好，含咱中塔，咱正塔，我嘛个铁条嘛个作用爱。好，有个人捌来，咁要足奇怪，捌有个信众弟子啊，跟老师讲，我来参加神父师，有只感觉，伊唔敢讲，我讲你听啦，好啊，你讲我听。那我讲讲，你吼，人家在神父师拢乌色的，那是殡仪馆。吼、哦，你又感觉那像殡仪馆，伊讲歹势讲啦，都拢乌乌嘞，拢乌乌个白白嘞，人都作成殡仪馆。我殡仪馆唔是乌，殡仪馆是深蓝色个，甲白，深蓝色甲白。好、哦，啊你我好你乌嘞，你啊看古愈看愈古锥，愈看愈古锥。啊你啊一直伫看看，哎、欸、哟对，老师，哎、欸、要是乌吼，我看得较舒服。我讲你心无主张，我讲安尼你就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乌色个道理啊，我乌就能。包容一切，包容一切，好。密妙，那下礼佛，这个接下去哈，舍利佛，啊，又舍利佛，个进一步再个啊，下礼佛讲，下礼佛呢，毗国哈，给了世界毗佛国土啦，给了世界这里毗佛的阿弥陀的国土，阿弥陀的国土啊，哈，享受天家。常常有听这个音乐，哈，常作听乐，哈，在这里，黄金为地，黄金为地啊，哈，土卡呢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啊，咱是日时、暗时啊，只有六个时尔哈，乌天曼陀罗华，对天顶啊，常常呢，迄个都飞落来这里飞，哈，曼陀罗飞，曼陀罗华，哈，对天性哈。曼陀罗华表示就发气，就是华喜，哈、哦。曼陀罗华表示华喜的对吧？哎，欢喜心，其他众生啊，其他的众生，啊，其他众生，这里极乐世界这些国土这些众生啊。所有的人也是天人，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啊，拢有众生相依承担啊。即代讲的众生，就是叫做有生命的、有生命的，就为众生。相依承担，各依依结哈依戒哈，圣众圣众妙花哈，用这诶迄、那个叫做物件旁咧哈，啊，这个叫做啥吼？因为那法衣啊吼旁起来。种一挂花啦，吼，也是去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啊，来供养、来布施啦、来施慧十方十万亿佛的十方的诸佛，十万亿佛十方的诸佛，这一时时啦，时时啊，还到还到本国啊，我若要食饭的时啊，拄着要食饭的时啊，又到个倒，弄个倒转来看偌紧哦。咱在要到台中有当搭车的时候，要付了一面一日，哈。但是，咱叫做世界，伊要到他方的国土的时啊，哈，要到他方国土的时啊，
真紧要食饭的时候，倒倒来，伊去摕一寡花啦、一寡物件吼去供养他方的诸佛的时啊，啊，真紧的倒倒来。好，还到本国饭食精神食饱后呢，就绕着精神啊，啊，伊一面行一面行，照咱即摆佛教嘞吼，即了食饱后呢吼，就爱绕佛爱行嘞，行腹肚和胃啊，和会当消化。哦，咱胃爱当消化，哈、哦，所以咱就食饱后咧，咱就是食饱后的时啊，咱一定爱行路，食饱就困，困饱就食咧，就变低啊，破病人才会安尼，那无咧，咱就无啊，食饱一定行咧，哈、哦，好是正行咧，好是饭食精神啊，精神啊，好、哦、一面心啦、啊，一面念佛啦。哦，所以咱主要是食饭饱，唔得一面念佛，安尼行，安尼念佛。啊，一面念佛的用意啊，就是咱念佛的时候，吼，这百来气火散掉的，跟这气火散掉，吼，咱呢，这个所食过会消化，吼，所食过会消化，好，所以这里用咱呢叫做世界啊，吼，的国土，这的众生啊，吼，这众生啊，拢会每一天固定的课程都对，啊，咱这节呢。啊，甲遮，都暂时一段落哈。